好，第一场比赛四班赛40时60分1000米的马匹驻扎完毕，比赛即将开始，优俊们准备出发吧。好，闸门打开，我们可以看到稍稍慢闸的就是10号马詹英。好，现在排在本场比赛前面的是白色彩帽的12号马青春异常，旁边可以看到是蓝色彩帽的就是1号马翻之歌，两边有差距非常小，现在已经被超了过去。第一位现在是外栏的6号马烈火真金马尔匹皮尔过弯，排在第四位的现在可以看到变成12号马青春异常，接下来是9号马激光排在本场比赛第五位，旁边可以看到紫色彩衣的10号马詹英，再往后边可以看到黄色彩衣的是后备上场的11号马街头艺术，再往后面可以看到就是3号马燕春灵慧马匹是入完一半。好，接下来可以看到是蓝色彩衣的就是4号马科罗塞尔，后边可以看到有2号马千里放鹰。好，现在是弯道转直报，再来本场比赛最前面的就是可以看到7号马何立红星领先8个马位，旁边红色彩帽是6号马烈火真金，两匹大热门，旁边可以看到是1号马富安之歌，最后的200米看一下3匹马并驾齐驱往前冲，8个马位领先在前，1号马富安之歌最后150米领先2个马位，就是1号马富安之歌齐飞精英的儿子领先3个马位，排在本场比赛的最前面。我们看到本场比赛的冠军属于富安之歌。